网军陈宏泰，他的脸书这篇po文被点了高达7000多个怒，其实这全是冲着民进党前立委郑宝清前几天说的这句话。网军就是那个陈立委公司，他有人怎么回应？那个我想，只要他去查一下，我宣布参选之后，连续有将近4-5000个海外账号的。 1450来攻击我，被爆出有网军郑宝清扯说是对手攻击，要4叉猫去查，结果一查不得了了，尾款500万没有付，所以厂商很不开心，他就会在27号那一天呢，就是灌了5000个怒给那个郑宝清，我就问他说，你说你可以灌那个郑宝清5000个怒。 你能不能马上示范给我看？直接操作4叉猫这篇po文，果真标了几千个怒，还有一系列郑宝清还钱的留言，都是来自网军假账号，更秀出工作页面，左边模拟10台手机，右边开启在地社团，还有郑宝清的粉专，可以同时作业、灌赞、留言、冲流量。 郑宝清他的那个战术，其实从一开始只有20000巴啦，然后就委托了那个厂商帮他灌到了18万，好几个月前就在做，然后结果最后在那个24号的时候，尾款500万没有付，那个钱通通给他了，他跟他们股东之间的纠纷跟我们无关，啊，他后来没有做的部分，他说回来要拿钱。 我们都依法提告。郑宝清说，该给的钱都有给，但行销厂商透过4叉猫爆出郑宝清500万尾款没付清，8月24号该付钱，却失约，才会27号到郑宝清脸书洗了怒，根本不是绿营攻击。若500万尾款还是收不到，将拿出合约书依法讨回。三立新闻实名记张德生、赖碧香，桃园台北报道。